好，现在我打开的是游戏界面地铁跑酷。好吧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《王者荣耀》的体验。现在咱们已经打开了《王者荣耀》。高清的显示屏配上咱们的八核组合，然后加上咱们的高清色域，所以玩起来特别的顺畅。M3 10.1英寸，打王者的时候双手持握感也是刚刚好的。现在 Pro M3 正在京东售卖中，现在购买的话会有一些减满活动，另外的话会赠送京东的五重大礼好礼包，然后下单的话会再送一些礼品的话，所以说现在购买的话更加的有划算，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京东了解购买。好，今天游戏结束。